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北京的三环 Caps Trauma Camp。那我们现在在 Tall Brother， 你再给我们询问一下吧。宽的冰箱，无论有多少美食美酒，在这边都可以储存哦。非常的奢华，现代又不失温馨。那三环泰双路这边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夏天不会特别热，冬天呢也不会特别冷。现在即使是在冬天，我在一个全部敞开着玻璃门的地方，一点都不会觉得寒，一点都不会觉得冷，相反呢会觉得心旷怡然哦。
点。它的电视两边的窗户下面设置了两个飘窗，非常的可爱，来认真看一下。放眼望去，景色非常的好，有没有独占山头的感觉呢？是我们的主卧了，整个的楼梯右侧全部都是主人的居住空间。看看这个超级大尺寸的主卧，主卧自带书房和客厅，参观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